要买，你现在天猫要卖，要卖到7700就去吧。中间商不得赚点差价吗？怎么能多赚2000？那哦，是华为手机四的，华为手机四的，现在华为的手机是一个难求，基本上就是你拿着质量都可以赚，但是很少有人会买。魅40还是魅40 Pro？ 要不我跟那个说一下，因为我以前同事。